爱奇艺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，我是马佳，我是石凯，我是黄子弘凡。我是射箭，我是射箭，我是短跑武术加接力，我是射箭加五十米。有过一次？没有。完了就是想因为之前总说打篮球，打篮球，关体育里边除了打球别的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就是选了一个比较还感兴趣的这一项，而且我觉得以后还可以实际项生存技能，可以打猎。对，我的是我公司让我报的。其实就是因为平常也喜欢爱跑嘛，然后武术的话这方面的也没有接触过，想接触一下。之所以选射箭是因为我不会武术，然后射箭学得快，然后帅啊，主要是帅，对，主要帅，这个是重点，帅帅的闭嘴。难道我发现我的里面的都是面目狰狞的那些项目，什么武术啊，个跑步啊，还是那种，我你们几个爱帅帅气气的在那里拔个剑，我还跑步呢。那你不还是有一个帅的吗？不是，你跑步你可以这么跑。不，我就不，我昨天研究出来了一个很帅气的跑法，就是对着镜头。对着镜头。说他50米能跑进4秒。那前提是那个龙哥在后边给了我一脚。对，已经踢了40米。他一脚已经踢了40米。对，然后我再往前一个狗吃屎，啪扑那儿，然后就50米，刚好。对。射箭，我为什么说射箭帅呢？因为是别人说的。就别人告诉我说你就学那射箭呗，你赶紧去学几天，然后我就去学了几天。就是这么实诚。然后今天能射什么样那就看天命，因为你也知道这射箭这种东西它纯属玄学嘛，对吧？就是这射箭这种东西呢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人箭合一，然后时机把握的刚好，它咻一下它就到靶上了。哎，它如果就是你这个整个人状态手气各方面不佳，然后你啪一下射到旁边了，但你人动作保持在那儿，你不要管结果，你还是帅。好的，哇，三支箭又是非常的吉利，非常的吉利。下一个是有十年，因为之前你说那个想演音乐剧的王子，那也是帅，然后自己特私下里反差特别大，还想给你这个机会，做三个 pose， 然后让龙哥看一下你是那个音乐王。不是，我表现不是。不是我之所以之前说想做音乐剧王子，是因为受到了龙哥的启发，然后我当时看他在台上特别帅，所以说我虽然那个学的不像，但是呢我还是会以龙哥为我的这个榜样。首先这是我们龙哥音乐剧王子的招牌动作。龙哥姐姐想做什么？非常对，非常对，这是精髓。第二个就是在唱歌的时候，眼睛呢尽量不要正态打转的话，会显得特别死板。然后对，一定要眯着，然后嘴巴呢尽量就是以笑容面对观众，头微微抬起。我知道。尽量看向身边的伙伴。你说我在模仿。对，尽量看向身边的伙伴，嘴再可以张大一点，露出你的上下16颗牙。对，然后慢慢的唱一个慢慢喜欢。慢慢喜欢。模仿可以剪，可以剪了这个。龙哥学模仿怎么样？啊，觉得模仿非常好，他们俩离挨揍也不远。石凯，然后西哥就是竹蜻蜓，就是封面现在怎么样？还是破罐破摔？没有什么破罐破摔，当然是我觉得，我这也是这歌成破罐子了。对，已经完了，这歌已经完了。像我这歌，然后他那个封面呢，就是也是去，当然我觉得是手绘的，因为有心意重要，然后绘出来那个大致的方向以后，然后再请人去做的一个。我有个问题，是你会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会这东西。打篮球觉得自己最帅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样？是因为谁来了？因为谁来了是吧？谁来了？要这么说，那就是阿云嘎来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丹龙，我们仨总在一块打球嘛，然后对，然后这个说实话我们仨这个腿都不太好，然后呢但是我跟大龙我们俩就是哎不行难受啊，真疼。嘎子哥就是那疼的时候那必须得咔单膝跪地啊，
我不行了，他非常之帅。对，我觉得这一瞬间已经超越了我其他的想象的帅啊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可能男生打篮球之后，就身上会有一点奇特的香味。黄铜吧，黄铜吧。我没怎么打过球。哎哎，怎么没打过？打过？有视频为证。我什么没打篮球？那是你打呀。我不打呀。有你，虽然是有你跟没你一样。你记错了，是你打我。其他的一些打算，比如说演一些电视剧啊、电影啊一些之类的。目前还没有，今年没有。会不会有那个你长得那么好看的演话剧？会粉丝会催你吗？长得什么？长得好。又演过话剧。那有听说有人说什么艺人会演话剧？这就还没定好，嗯，可能会有。就演要排练，马上要八月份排练排话剧了，然后音乐剧要演，然后还有音乐会，对，嗯。挑战让你深蹲唱歌，这不算一个挑战吗？算，不算？这个黄总特别硬。哎呦，我这个不舒服，我就先走来吧。那你先来呗。这是万里插一下。对对。中奖。打我和跳的，他们砰一下，我拿一个红辟邪眼。喂，你得放进去。是是。你要再不，你要再往里面捅。来来来。我嘴开过光。那就唱那个吧，多么快乐的一天。A mis amiche urde fede, vive man se suo trovo, ora man nome curde este. Vive sette nome curde, scola lo rospere me, me quasi. Colo va! Finita!再弱的声，我都跟你说。好，我的妈呀，美人哎，太难了。美人哎，我的妈呀，美人哎，我的妈呀，美人哎。